我的这个摄像机好像出现问题了，录像的时候总是这个自动的灭了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然后呢，我身后的那个旅馆啊，然后我现在我住的这个岛上呢，随便逛一逛。我刚才录了两遍都是不行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然后这个他这边的这个红绿灯啊，你给摁一下才行，摁一下，然后你就可以过了。一会儿它就变灯了，啊，非常的高端。我这几天一直是在这个对面的那个岛逛，这边这个岛呢从来没怎么溜达过，今天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景色没有。而且今天是周一，周一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很多商店都开门了。哎呀，摁完之后还是这么慢。这是我的旅馆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么一个二层小楼，不是特别的大啊。一楼是个商店，好像现在也停业了。整个这个旅馆呢，全都是自动化的，那个门都是密码的，